慢慢的往下去走，这里有没有机会来抓？这里靠了过来，来看一下太阳圣剑过来，找到了对方的一个辅助，再一个拂晓盾级定到对方凯云，闪现跟上是一个误解拼住，这里凯云被留了下来，就人头是落在空云身上。就强势一点，那现在空运又再来一次，找到的是没有闪现的一个凯文，这里又被柱子给顶到。我看一下这边反身顶到是对方的空运，两边的一个 TP 同时下来，但是凯文已经撑不住这个伤害，直接倒下。来看一下哈娜比的一个进场，这个拔毛伤害是不太足够。那后续的话 ，Dim 的一个熔岩俯冲是没有撞在墙壁上面，没有办法把 Unify 给控制起来，导致说他有一个闪现的机会。这个 CS 的差距其实有点多的，不过还好是兵线是往前推。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一波的一个进场回放。看到也有点来不及了啦，因为前面真的把闪用掉以后是没地方。那这边两边都按传送下来，后面其实鳄鱼也不能干嘛，因为行牛已经先倒了。我觉得还好是鳄鱼这边的这个熔岩俯冲没有撞到墙壁，不然 Unify 如果弹起来的话，哎，他应该时间七分钟，现在目前领先来到了1000块。开启大绝，这边上半部的话寻求一个单杀的机会 ，Steve 身上是有闪现的，这里再被烫再被烫，交出自己的闪现。把自己的发育为主，这边 Steve 走了出来，我没闪了。哎呀，好天真，好可爱。这 Steve 身上是没有闪现的一个状况，召唤火元素下来，但是被盖了一个竞技场。这里后续的话，哈娜比过来再插一下的普攻有没有问题？再一个 Q 弱肉强食，成功把 Steve 给转死。没有人可以一个无解冰柱直接顶了过来之后，闪现加大绝，这里的话赶紧保护哈娜比。再一个 Q 回血，不过没有办法阻挡来自空月的一个伤害。特朗德真的太猛了。有枪瞬间过来，再搭配上的是好一点的一个弹幕效果，但是被命令给护回去之后，这边套上了一个点燃血量，大概还剩下一半左右。不过旁边 Unify 又被 Q 技能给打到，这里再看一下一个套上了一个输出，一个是要丢大绝的吗？而且身上的话还是有一个进化，之后这里应该是要先选择撤退。不过旁边 APS 也过来，要来技术，他有达到了吗？对，这里丢了一个 W， 应该是可以成功拿下。技术性引爆。让 Riven 重击拿到了这个核线，不过中路的话直接强拆，要拆了，看一下牛的一个进场搭配上的是浩劫降临，招闪现挖口直接往后做撤退，看一下招魂撞到的是要进攻的两名成员，日本交出金融怀表拖一点时间，不过旁边挖口已经遭到哈娜比的一个刺杀，在正面的话伊兹拉残血，不过还是被拔帽给收死，那最后的话是一直在被触达顺身给定在原地，人群里面给带走，我觉得也算是团战中发挥的一个功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因为其实很果断，是所有人都知道黏着好运姐打，他们也不管 FS 在旁边丢炸弹，反正我不能让你的好运姐开出大招，所以我直接往你好运姐脸上压，压退了之后剩下我的队友能够收。但我觉得这边比较奇怪的是，我们前一分钟才在讲，就是如果 HQ 不打大型团战，去针对好运姐打，在这场比赛目前看起来是 HQ 很难找到反制的方向。角色上不允许他们反击。没有人保住他。TP 下来，争夺的是预示者。这里的话，塔隆是先开到一个先手，旁边的话，凯文已经准备就位。这个牛的进场，没看到，没看到。也枪弹一个命中之后，在旁边遭到了对方那个集火，开启了大有坚定的意志。吸过来，吸过来之后，招火元素一撞，没有撞到 Candy。那这样正面的一个战场还能打吗？陨落一吸，空月被缓住下来之后，应该是没有办法持续就追击。这里还做一个加速。空月用一些冰柱定到对方两个人之后，加文 EQ 直接串走，再搭配上西格是一个大局，但是是一个空大，能够下来。对，而且这是一个卡中路啊，中路的内塔，开但是旁边的话要来打空，旁边退回来是对方的一个辅助，杀到了，来到后面搭配上的是西格是大局，先杀掉的是这个阿奇尔之后，这边挖口交出经验拖点时间，但是被 EQ 盖盖掉之后三个人，然后再被顶起来之后，这个大局被秒断，有在旁边立法开始无限的拿到了一个拉力。还在继续往前，这里一个炸弹没有办法限制住塔隆那个成员，再一个 EQ 直接秒杀，但后续的会战输出位置在嘉文的大绝跟非常惨的三个前排的情况之下 ，Unify 整波会战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的，那不断的叠毛，保安把输出给直接给破断起来。这里挖口遭到了一个限制，开启大绝又被秒顶。玩一起来之后，这里应该就是 Unify 的收头秀了，因为挖口已经。我觉得他有点像尽力了，因为他的技能该按的都有按，然后第一时间的话，他后面那个闪现，现在中路现在依然是由 Unify 来做推线，现在旁边的话，这里掌握到对方的凯文一个无解冰柱顶到，凯文没闪现，在后续的话搭配上是伊兹拉过来开启了一个坚定意志，再把一 Q 上串起对方的 Apex， 还有一个技术性引爆，不过在搭配上的是自己后面的大绝Candy就跳回了对方两人，再搭配上 Unify 在前面开始攻击，但是旁边的话空域也是补到最后的伤害。伊兹拉在前方遭到的是 Candy 的无情暴打，弟弟在前面也是必要 Tyrin 的一个惊人，但是一起来之后 Candy 这边已经来到的是 Triple Kill，
这边过来再拿到一个沙丁之后往前牛的一个顶，把 Zip 给顶开了。Zip 说谢谢啦兄弟，可以吗？还可以继续追吗？我们再一个环出下来之后看一下 CD， 好，那比冲过来之后赢到了，那人头应该还是得拿下，最后是凯运拿到人头。现在鳄鱼回复这一波是直接开吃，是阿奇尔加克里斯达，速度好快，伤害好高，这里直接来到这边的一个战场，来看一下自己的 TP， 然后顶出去了。那个巴龙应该是没有办法防守，西格斯大绝交掉，凯文在前面挡住大部分的一个伤害，召唤火元素下来，来看一下地撞的怎么样，撞到对方的云摆坐在旁边 ，EQ 串搭配上的一个大绝，后者降临盖到最后三名成员，但是自己的队伍伤害好像是不太够的，哈纳比直接突入来到后排，进入进攻拖延时间。之前身旁的大约照到最后两名成员之后 ，KDI 后面持续做收割，但是前面的一个前排已经倒下了，很残酷，还要再一推，推到只有两个人之后，自己在前面没有办法存活。哎呀，最后的话 ，Unify 也倒在的是 Apex 的炸弹手中，这里 TP 直接来到是中路，应该不会是要拼兵营吗？还是要拼 GG？ 如果有西格斯加上这么肥的 AD 是还在的哦，有兵哦，哇，这好像。速度好快，这些技术性引爆没有问题，感觉可以 GG 哦，好像会结束。最快的是十秒的加文，对，这个比赛应该是要结束了。我们恭喜 HQ 不科学团战再度赢下一把，啊，这一波真的有点不科学了啊！在其实塔龙是有足够可以拉掉的机会的情况之下，有点太急着要跟对方拼死拼活了。我们恭喜 HQ 二比一，哇，这一波的一个团战，一波打到底。Apex 连下两层，下两层，哇！